最新的研究确认，英国著名遗迹巨石阵中心的祭坛石并不是来自原本推测的威尔斯，而是来自超过700公里以外的英斯的苏格兰。究竟古人如何运送重达6吨的巨石，还是未解之谜。新闻最后一块，带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央视讯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